镜头转回台湾，轻松一下，来看看台南的手摇饮店推出了巨无霸珍珠。原来这超大珍珠是仙草冻利用模具制造成的，每一天限量供应，而这浮夸的造型也吸引了不少民众抢先买来尝鲜。鲜奶倒下去，加上大块冰沙，接着铺上巨无霸珍珠，晶莹剔透，这又大又圆的珍珠超级特别，让人看了就想咬一口。不少民众慕名而来。因为大波霸比较软一点，然后小波霸比较 Q 一些，两个混在一起刚刚好。黑色一颗是一般看到的好几倍，甚至比一比跟十元硬币同等大小，一杯就有八颗，让大家吃大珍珠，吃好吃满，超过瘾。这超大珍珠就位在台南，是用仙草冻再利用模具制作而成，一整杯加上焦糖鲜奶冰沙以及厚厚奶盖三种层次，一次满足。但浮夸口感并不是天天都有，每日300杯，而其他时间只能预。